别录啊，刚说了谁录谁死全家，别录啊！你真的想那样吗？我们也不想呀。别录，做任务就先别做了，不要录了。 今天先别录了，今天主播已经被提示了好多次了。如果说你要再录的话，就是跟我作对，跟我作对就是跟你自己作对，你就看不成了。这是干嘛？这劈叉？ 不能打公告，不录不能打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不能打公告。 黄狗尿尿，不是啊，那是练蜜桃臀的，练这两边的肌肉，这两边就会变这么大，练蜜桃臀了。